谢谢。是。我们现在在，我在十二周吃这个科长粥跟咕咕粥。你想都可以去，我们也冲啊！好好的粥给你。所有这个找你美。刚好忘记给你放到那个鱼丸，这个付给你。好好好好好。然后直接丢进去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的天！好，那我要吃了。珍珠鲜奶茶，它是有那种煎茶的感觉，有点苦。我又买了一杯鲜阳茶室的黑糖珍珠鲜奶，不服了我也。春阳茶室哦，好多珍珠哦，你看连半都是珍珠，成功了。好了，我看第二次成功。反正整杯都是糖就对了，比刚刚那个波哥要甜好多，所以我觉得质量比波哥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信义商圈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就是到处逛逛，说个嗨哦，大家。Hello， 我叫阿飞哦。那我们走吧。4DX 的，比香港便宜很多。有没有很兴奋？有啊，终于实现了愿望。他还要资助你看电影，没错，好疯狂。我也很开心。很热闹的哦。逛街的时候，对于他来说什么？太满了吧？太多，那么大。我觉得你们吃完不用吃晚餐了。1300除以港币是1000啊，所以是325港币可以看两个人的。香港298，162，那没有位。哇，吃起来有爆米花，真的很划算呢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好饿，太多了吧？天哪！最高的地方，然后看台北的日间的景色，还有晚上的景色。那我们现在就，真的超级高了，看一下，看到。Hello， 快点 say a hi， 台北101。Hello， 那我刚刚呢就已经在这个售票处这边买完票了，540新台币。我现在就是准备要入场了。各位贵宾，请看两侧荧幕显示楼层高度速度及时间，我们已经抵达，谢谢。我们已经到101的89楼了，好震撼！然后一出来就是这样，超级震撼的。我想说，是真的，真的没有太夸张，没有夸张哎，真的。这个景观
是真的超级漂亮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我觉得没有来台北101真的是划不来，真的是划一个不来。震撼，真的，不愧是台北101。然后他看到，可以看到，就是每一个街道都是非常非常清楚，车川流不息的走过，然后就是超壮观的这个景色，真的是那个是松山机场那一块。然后我们看到有个飞机呢，就是准备要起飞，那边是在修建的大巨蛋吧。虫在这边，哇，这些是用乐高拼出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走上91楼的户外观景台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388米高度了。哦，我们已经到超大风这边，你看人也是非常非常。那我们现在就在台北101的顶端了，差不多。这里是蓝牙尾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在拍了这个照片。对，我们一起看。好美哦，真的，太美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那我刚刚就从那个楼上下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台北101它晚上的样子。我现在就是要搭捷运去顶溪车站，然后我们去乐华夜市。大家好，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就是乐华夜市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要去买一点东西，就是回酒店吃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买东西喽。Everybody say